身的，各位单身的男女，大家一起上来啊！你俩干嘛呢？赶紧上去啊！快上，快上，快上来！跟我俩有什么关系？你俩不是单身啊？矜持什么？快快快，上去上去，走了。但是姐妹们，我想说，幸福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。他来了，就千万不要放他走，不然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我衷心的希望你们可以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。我真的好想看到你们穿上婚纱的样子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